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七 DJ 第三的 Jason 呀。每个星期说成修改的部分了。今天影片可能比较晚，因为前面刷的有点太久，开始傻掉了，所以就跑去玩了一个多小时 Minecraft。OK，我们今天的分两部嘛，这两部应该也是会今天弄完了。第一支就先放你的沙悟略。兽神话，一样尽量刷满果啦，就三重组两战型两机种。然后我们今天选的关卡是真伊西斯，不是又没想捡，怎么减速臂好像都不用去注意一样，不是啊，就神三 M，你要完全去体现那个输出量呢，我觉得这一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全体种族都是神杀，然后又跟那么刚好，他有神奈 M，神奈 M 吗？这是神奈 M 吧？对，他有神奈 M，然后因为有那个水鼠的那个谁，阿拉米斯、阿提密斯，忘记啊，就是那个夜之女神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会喷，拿水喷你，然后就如果你是带全火鼠的，正常来说是比较痛的嘛，但他就耐心 M，完全是。瘙痒，所以就很爽。这边配置除了果实以外，我文章是上满的，因为我试了几次，其实不上文章有点麻烦。然后战型书跟等级书我都上了，反正我有很多那边，没差。我就英雄书比较缺而已。基本上就满配啦。就如果你要打，真的带他打，可以带一只。就是有加速什么的，然后有杀手，输出不错。然后大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。一会儿你会看到，到 boss 之后会看到啊。可能说完废话之后就到 boss，你慢慢看吧。那这边主要输出来源还是靠他的扩散弹啦。啊，吃杀手 M，然后又有超平衡嘛，那些文章什么什么的。你大概看起就整条里面看得出来，其实那个输出除了在惠比寿身上以外，就是那个扩散弹，真的非常的不错。当然，前提是他有吃到杀手，有2倍的输出。如果就是没有杀手这个东西的话，其实就效果不怎么大了。就例如可能去打经济13，就可能真的是只能当个辅助什么的。然后差不多被动这样吧。而且非常可惜的是，它没有超扫雷跟超反伤，可能为了平衡一下它的杀手伤害吧。那我觉得其实多给一下我也不差吧，这样还好。如果他给了超扫雷 L 的话，他大招是真的能随便秒的，那个伤害真的是很好玩。然后剩下 SS 缩减就没什么特别，就加速一下他那个麻痹的大招。这次兽神后的倍率，看一下，乱打全部都是4倍，一阶段跟二阶段都是4倍。有差距的话，就是一阶段是3 hit，二阶段是6 hit，这样。所以你可以整体当一个，那个谁，西南天。去做一个鸟王，就很大力的输出，就可能你拿去打那个谁，二代木轰啊，又或者之前的死神超九级也一样。但是为什么他的鸟王就是他乱打的倍率其实蛮高的，没记错心脏跳好像有7.5吧，然后又吃超扫雷那个东西，所以说其实他有超扫雷反而好像有点 OP。但是沙乌略整体还是注重在杀手神杀手这个东西上啊，友情也就半辅助的部分也没什么特别，就神话那边搬过来。那我要说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的爱心眼给弄肿了？那神话有爱心眼，那现在不见了，明明是那么好的题材，对不对？你看。那些奇怪的网站上面的修女，虽然穿着黑白的衣服，但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嘛。但她的爱心眼怎么不见了？难得。好，应该有拖到 BOSS 了吧？可能甚至已经 BOSS 王二了吧？
这边再讲一下我拿三支沙乌略打这个有一个小诀窍，就是因为我之前试过好几场，王二是非常麻烦的，因为他弱点是在内部，然后他的大招做不了一个很好的输出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我在王一用惠比寿不聚能，然后把他空到残血，再用大招去打他，然后有做一个异伤的部分，去方便我通关。那如果你想去带这只的话，也可以用这类型的方法。OK， 那废话到这里，剩下就看影片吧，拜拜。魔術の高みを見せましょう。ついてこれますね。
あなたの未来を託しましょう。